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台的新闻今日报道，向今日好，我陈小文，欢迎你收看新历六月七日，旧历五月七五，礼拜一大中华新闻。先来提供乡亲今仔日三十秒新闻重点。刚听端阳重头戏白龙船比赛在今仔日闹热登场，除了馆长亲身带队来比赛以外，也有艺人甲国内外模特儿嘛来参加，现场气氛抬到最高点。就讲天后宫伫五日节即天伫庙埕广场甲民众做伙庆端阳，除了恭请妈祖保护信众来认轿底求平安，庙方阁准备传统小食珍珠，予民众食平安。五日节时尚爱伫厝前厝后插行草、剪草、辟邪解毒，做农民头脑动了紧，提早准备好这几项来卖，一组才10元，生意是好甲强强滚。新闻首先，咱要来关心这庆祝五二节的系列报道。全台湾历史上较悠久的鹿港庆端阳重头戏这白龙船比赛，今仔日伫鹿港庆安水道闹热举办。中华馆长邓丕源是亲身带队夺标来得到冠军。另外艺人王彩华嘛准备这三太子，也阁有这国内外模特儿嘛头一届参加这白龙船比赛，每一个模特儿身材拢真好，嘛变作全场瞩目的焦点。卡罗帕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参加中部县市首场高龙船比赛。比赛进程，这德冠军是信心满满，个人得到冠军。彰化得第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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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必胜的把握啊，哎，绝对必胜把握，我们已经操练很久了啊，而且舵手特别交代，不能让我们滑 S 型，我们这次绝对直线向前冲，直抵终点。为着应应五日节，中华县政府伫咧鹿港的静安水道举办五日节白龙船比赛，佮特别邀请艺人王彩华、三太子以及国内外的模特儿、葡萄公主做回来体验。现在有点小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当过这个夺标手，这是我的第一次呢，啊，好兴奋哦！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拿第一？什么秘诀啊？就是希望。舞台出来加起的舞波比都没欢乐啊哈，还有我们这些队友们，大家都是哈抽个用。而且呢，平常呢体力很好，都有在训练，所以我唔免烦恼。要过龙船进前，先来练习画口号，这个起来各有模有样哦。好，头一届过龙船，看起来真简单，但实际过起来哦，一困啊倒平，一困啊正平，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因对过日子这个传统的民俗体验，是算个真欢喜。高雄新闻联播鹿港彩虹报道。另外，伫咧宗教方面，即鹿港天后宫伫五日节即天，嘛伫庙埕广场甲民众做伙庆端阳。除了恭请即妈祖圣驾，予民众来认轿卡机服以外，佫特别请即志工妈妈伫咧庙埕来整着即整堆，予民众免费来食平安。米粉伫咧鼎内增加恰恰恰，表面搁再增一些，即个代表保温团圆吉祥的万珍底就完成了。平安啦！平安食保温安尼哦。嘿啦！啊，感觉咱天后宫这边的料理口味感觉安怎？袂歹食。民间传说，这是女娲炼石补天会用到的，所以讲日节伫咧鹿港食这个万珍底哦，补天甲肉粽同款特别应景。咱今仔日是端午节哈，鹿港听我讲吼，咱是冬干吼，拢会来举行一个嫩脚卡的活动，以及咱的煎煎蛋，煎蛋的部分吼，每一年吼真的是大排长龙，因为每一个信众拢讲吼，咱妈祖煎煎的煎蛋非常的好食，非常的 Q。然后嫩脚卡的部分吼，每一年我们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
时候，真的人潮不断，都是要用排队的。大家拢希望讲吼，一冬工会使让妈祖婆，咱在桥卡妈祖婆来保庇咱，咱一年吼拢会使足顺利的，身体足健康的。经过罗岗天桥宫的庙埕广场，是客满排队等待品尝这古早味美食的民众。另外，天桥宫也将妈祖的神尊恭请到三川殿后信众来两桥卡祈福。不错啊，很好啊。怎么说？保平安嘛，大家都求个平安。哎，你觉得呢？你怎么会想说来妈祖婆这边弄酒咖的？尝试一下，没试过。嗯，啊，刚刚体验起来感觉还不错。嗯，保平安。对。庆祝五日节，罗岗天桥宫举办一系列的活动，要让民众感受到古早的传统习俗，以及妈祖婆的庇佑，顺利平安。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五日节的古早习俗哦，都爱伫咧厝前甲厝后插这樟树叶啊、香草甲剑草来辟邪求平安。不过即马要准备这几项植物咯，是真了时间咯，所有都农民头壳动了真紧，提早准备这几项应景的植物来到河尾市场买哦，一束才十块，生意是好甲抢抢滚。五日节依照风俗，民众会伫厝前、厝后插一杯樟仔树叶、剑草、香草的应景植物，有辟邪求平安的意思。河尾传统市场的圆圈啊，一透早都有农民来采收这植物来卖，生意是好甲抢抢滚。要插你问的啊，这样插了这家里面会平安啊。各时各做吼，咱都甲人吼，嘿，甲人照顾杂嘞，人讲新嘞无识，旧嘞无灭啦，嘿，照顾杂嘞。这是阮爸爸种的。啊，我今天刚好是休困，啊，这个赶上这个我们的民俗啦，厝前啦、厝后啊，插插的安尼，啊，安尼就是古早方式求个平安。今天只有一天而已啊，哈，生意很好啦，啊，做家一个我都做啦，啊说啊，我都有休困，也得到三工。这几项植物在农村时代真普遍，但是现在的工商社会要提交这几项植物要了时间又个了工，农民想到会当方便民众，佮会当赚一寡收费，就提早准备来市场买。一年才有一摆，有三项啊，哦，红的香啦，咱台语讲香香啦，啊加这剑草啦吼，啊加钱啊啦。安尼啦，啊！大家讲古早历史来安尼，要安尼风俗，啊，做田人啊，加减收一工钱咧，嘿啦，安尼啊。三项植物收作费一百才十块，因为真方便，又果是五日节应景的用品，真侪民众一买就是几啊百。农民虽然爱忍受着大日头真炎热，不过生意真好，过当赚到一笔收费，嘛是感觉真有价值。大众新闻节目起，何美彩虹报道。五日节了，除了爱插行草来求平安，白灵尊食肉粽以外，爱过来采灯。福兴乡的鲁金社区就举办这采灯的趣味闯关游戏哦。小朋友是哪采灯手哪抓，非常的古锥。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彰化县政府桃路宝贝啊，来啊！马上就业，幸福加倍。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爱心手链，保护长者，安心管家。行动沐浴车。提供完善的卫生服务，托育资源中心结合多项资源，给幼儿最好的学习环境。多一点点用心，让彰化更温馨。中考快到场，六月七日隆重开幕，金马路、石板、红座、乌江顶，予你轻松一下。中考快到场，伫金马路中考国小边，电话7225463。
每周四锁定凯擘大宽屏 LI 时尚生活频道 Channel 206，收看纽约经济激战录，看三大房仲经纪人纵横纽约房地产市场，并用遥控器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 iPad mini。 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收看的是凯擘大事化新闻，我是林小文。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五月初六。根据这同事记载，明仔在位伫咧东南边，好时是天光宝，早起的五点到七点。另外，阁有啥物禁忌提醒，做回来关心。五日在彰化县内社区也有举办真多庆祝活动，河美糖友社区真特别，就举办彩绘艺术活动来庆祝。主办的这河山新青少年关怀协会就专工安排着刷画、彩绘体验，也佮有独轮车佮拉拉熊的表演，或者亲子做伙来遮佚佗，度过一个充满艺文气息的五日节。河美糖友社区欢度五日节是比其他社区搁较闹热，亲自做伙来体验刷画、彩画，也搁有拉拉熊甲民众同欢。新增国小的独轮车更加来表演精彩节目，气氛是非常的欢乐。很好，很好，那个亲子同乐很适合，谢谢。很好玩啊。地名代表林明星表示，去年第一年举办的时阵回响真热烈，今年继续将活动办加搁较丰富。去年第一。图书馆后边吼效果不错，啊，咱今年吼延续去年的效果，咱今年吼个特别有拉拉熊的表演，那个独轮车表演吼，啊，来咱这糖友社区吼，来甲大家小酒来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啊嘛欢迎吼咱的民众吼，加来咱河美镇参观吼，河美镇的社区吼发展较足好诶，啊欢迎大家吼来阮河美行行看看咧，唔是干那鹿港吼，阮河美嘛足好诶吼，啊欢迎大家。镇公所秘书嘛真认同活动的理念甲成效，甲传统爸爸站的活动无同款，加入着艺文气息，更加吸引着亲子来同乐，特地大力来推广。啊，我感觉咱和平镇的社区吼，即马愈来大家愈进步，啊，大家拢愈每年咧办的会用做一寡新花样安尼吼，唔是像像过去干白热肉粽安尼。我感觉伊即款来推行，对咱和平跩未来子女拢吼有相当的教育的即个效果安尼。我是认为即款有意义的代志哦，爱继续推行过落去安尼。五日节已经是民众期待放假休闲的日子，彰化县河山新青少年关怀协会致力推广着艺文活动，结合着社会、社区、学校的资源，将今年五日节庆祝活动办到闹热气差，得到民众的赞赏。大专新闻台新河美彩虹报道。真侪乡亲会伫五日节来采人来耍，福兴乡的女真社区发展促进会嘛来提早伫五日节进前来举办亲子的绿箱骑龙船、食粽加采人的趣味闯关活动。小朋友为着要采人，这手势开始皮皮喘，真古锥。来看记者伫福兴乡的采访报道。五日节要做啥物？当然是立蛋加食肉粽，鼻边啊声响起。小朋友甲爸爸妈妈是真认真，要伫两分钟内食完这一粒肉粽，好卵徛起来。加上我们这个龙的一个这个形状在上面，所以更难去骑哈。很多的参赛者都到中途哈就已经弃权了哈。那我们这一次也因为是端午节，所以我们配合吃粽子还有立蛋，增加了这一次活动的一个趣味性。不过，敢那无这么简单，这食肉粽无会拿配水，天气热变变是食甲真辛苦。来拍手，来击掌，好来立蛋哈，来好立蛋哈。平常在试没有什么感觉，今天在比赛在试压力好大。怎么说压力很大？因为要在时间内试完啊，要得到名次啊。
另外困难的就是爱好软站起来，这失败几啊摆，总算是站好了，给你拍拍手。立蛋比较困难，啊吃肉粽好没有形象。我很聪明，怎么说很没有形象？为了要拼过呀、啊，就觉得好没形象。会不会吞不下去？对啊，都要配茶比较好吃。立蛋的时候，立蛋就，它动作还蛮快的，小朋友也蛮快的。为着吸引更加侪乡亲参与地方传统节庆，因此亲子路上骑龙船比赛是来增加这骑两家一百丈的活动，新生活增加这挑战的难度，嘛让活动是变加真有趣味性。大中华新闻桂福兴采访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幼儿的教育。即卖囡仔对这农业的常识甲体验的机会真少，所以这陕西乡里幼儿园就特别设计着趣味的蔬菜总动员的课程，或者囡仔来体验种菜的趣味，学习着这蔬菜相关的知识。而且老师讲哦，这个课程除了引起着囡仔学习兴趣以外，嘛来改善囡仔无爱食菜的坏习惯，非常的难得。社会产业的变迁，让真侪幼童对农业生产的生活经验非常的薄，甚至伫庄稼所在，幼童体验到做田种菜的机会嘛真少。陕西乡里幼儿园真用心设计蔬菜总动员的活泼课程，让幼童熟悉体验蔬菜生长过程，拓展到生活常识。浇水，然后越来越大，那个丝瓜就会长出来。小朋友用心照顾，了解蔬菜生长的过程，连原本不敢吃的菜，现在也敢吃看看，是老师当初时安排课程没想到的意外效果。介绍很多蔬菜，但是小朋友不知道说蔬菜它的生产过程是怎么一回事。有请小朋友尝试用手去挖土壤，然后种植那个撒种子去那种有种植的感觉，观察它的生长过程。我是觉得孩子学的蛮多的，因为从刚开始不太喜欢吃蔬菜，可以慢慢的接受吃蔬菜这样子，然后可以达到说身体健康，又达到说让他们认识不同的蔬菜。刚才在讲哦，怎么吃不知道菜长什么样啊？如何种植啊？怎么有咱的哦老师来教导小朋友哈、哦，小朋友来亲身体验。相信吼，这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真好的啊，这个教学。现代幼童受到家长真保护的照顾，都是囡仔一个会特别参加农村体验课程。陕西乡里幼儿园善用着在地资源，搭配课程的趣味体验，达到寓教于乐的学习效果。大众新闻台门市陕西彩虹报道。广告以后，大中华新闻要提供乡亲医疗的新知。打针虽然未传染，但是会大大影响到人际关系。所以，即马健保局已经有条件来支付生物的制剂疗法，要来治疗这打针症。详细新闻内容，请继续锁定后一节的新闻。如果你想要聘雇外劳，必须要向劳动部提出申请。所以聘雇外国人之前，请记得三步骤：加、检、看，要加入劳健保，检验证件，看清相片。合法聘雇是王道，外劳咨询没烦恼。每周四锁定凯擘大宽屏 LI 时尚生活频道 Channel 206，收看纽约经济激战录，看三大房仲经纪人纵横纽约房地产市场，并用遥控器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 iPad mini。 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播0809-009-658。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
续收看大中华新闻，我是林秀文。新港老人会乐林学习中心，这学习的动力是强强棍。第一批培训的三位政治老师已经成军了，将会开始到各社区来教免费的课程。而且哦，这虽然已经是政治的老师，不过因也是真积极，甲这班员继续学习着新的学路面线的创作课程。新港老人会乐林学习中心的扩展速度真紧，除了增加课地定四个新据点以外，头一批三位种子老师也已经培训完成，将迁入各个社区提供免费的课程教导。啊，我现在有在那个西底那边，西底社区那边有教了一只这只可爱的猪，要做这个玩人纸娃娃的材料，完全都是免费的。看任何社区哈，想要学这个的都可以来报名哦。虽然已经是种子老师，但是嘛是真积极，甲班员做伙学习新的绿线创作课程。其他老班员表示，不断有新课程会使学，感觉真快乐个青春。无论男女，只要55岁以上的新港乡民，拢欢迎来甲因做同学做伙学习。那有同学大家来点只做，啊，大家足快乐嘞，啊那有那足那拢足。足青春、足快乐就对啦，那个是小孩子，大家有啊，足趣味的啦吼。啊，个老师吼啊，真好，真认真，安个阮教啦吼。我们是不分男女，大家一同踊跃来参加。我们活大佬、学大佬，我们乐林专心是欢迎55岁以上的朋友，通通来学习，快乐生活很美满。他们。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可是他们做起来的东西都是比一般的更完美，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多推动这种热领的课程，好，让大家就是有机会再学习，其实大家都是有无限的潜力。无论是绘画、各种手工艺创作课程，班员因为有同学的鼓励互动，学起来兴趣是特别高，和老师真娱乐。虽然伊的动作有较慢，但是作品水准甲学习力一点仔拢无输给少年人。多张新闻，淡青新港采访报道。彰化市立图书馆合唱团对95年成立以来，这团员的演出水准是愈来愈成熟，而且真侪团员拢是退休以后才来加入合唱团，又搁找到新的目标。人讲活到老，学到老，伫这合唱团员的美妙歌声内底，发现到人生的第二种可能。优美的歌声，可人的情绪也对着音乐歌声轻轻舞动。这是彰化市立图书馆合唱团美妙歌声的表演。原本的组织比较较松散，但因为歌声和好感情的凝聚，和合唱团演出的水准和配合度愈来愈好。以前就唱过，就这样从一路一直唱过来，就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困难吧。参加每次参加都。高高兴的去啊，我们在这边大家就可以以歌会友，又这么好的场所，而且我们现在有那个好的团长，他有大力的支持我们，让我们大家可以每个星期五都来这边歌唱，这样大家的心情都蛮愉快的。真侪团员拢休息丰富，兼顾家庭加唱歌的乐趣和生活，多彩多姿。我除了可以照顾家庭，也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然后在这边是很快乐，团员对唱歌当中学到真侪宝贵的经验，交到好朋友。指挥老师嘛感受真深，看到有团员对头开始开放心情而无同歌曲，积极的学习态度，让人非常感动。大家都是从零开始，有很多甚至于就是五音不全，那我们就是要很有耐心的这样慢慢的训练他们，到现在你们刚刚这样看到的一个成果。真侪人有共同感受，是加入合唱团才发觉唱歌的丰富乐趣。这一点会使让真侪搁咧长途学习的人真好个照镜。真侪事物拢爱聊落去，学看卖，才有深刻个体会。大中华新闻，淡青中华采访报道。医疗消息：这担心的病患，因为脱皮，皮肤会红，真容易被当作是传染性的皮肤病，大大来影响到生活。虽然这担心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伊袂传染，但是要治疗是一条真长的路。有一名这大学的教授哦，都去有担心困扰20年。即马这健保局已经有条件来支付了，生物抵制疗法，只要病人好好甲医生来配合，就会当结束这场噩梦。
洪先生真大方，把接受治疗进程和治疗以后的相片提出来做比较，真明显就看得出来，过去这二十年洪先生过了有多辛苦。我到今年应该接近快二十年的这个病史，那在早期的时候呢，因为我是确实有一点点的灰心，有点想要放弃，所以连照光我也不照了。那药我本来又有一点过敏，就没有吃啊，所以就只靠着这个擦的这个药物啊。那这擦的当然都是类固醇。张科医生表示，打肾跟一般皮肤疾病不同，打肾是免疫功能失调，免疫系统失调，上惊的都是乌白吃健康食品，因为会愈补愈严重。就是说，免疫系统是我们身体的军队，它应该要对抗外面的细菌病毒。可是呢，当这个军队搞不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时候，它就不是只有攻击外面的细菌病毒，它会攻击自己的器官。当他攻击的是皮肤的时候，他就是肝性，他就是肝性。所以呢，通常的话呢，这些人不是免疫力不足，是免疫失调，是免疫失调。那我们坊间我们很多健康食品是增强免疫力的，其实这些是吃的会越糟糕。医生强调，打针虽然未传染，不过要治疗却是真麻烦。过去的治疗方式副作用大，现在健保局有条件通过生物制疗法，只要好好跟医生配合，就会当结束这场噩梦。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来关心气象，这个五日节连续假期，全台湾天气拢真好，平均的高温超过30度。不过要提醒乡亲，对今仔日开始到明仔载，受到这个地流方面的影响，预告到拜六，全台湾阁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另外气象局嘛要提醒乡亲，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小风的发生，请乡亲嘛爱特别注意。伫咧气温方面，中华滨海区的气温27度到32度，其他地区气温是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70%。继续来关心其他地区温度预测。就是今天六月初二礼拜一大中华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乡亲一切平安顺心，我是秀文，咱再会。中风肺爱痛，血路未通，就是血路血口会做心眼骨安尼，硬正头晕目眩，脚麻手臂，胸腔胀胀，甲你清血油，通血路，稳定血压。红七肺爱痛，予咱健康万事通。红七肺爱痛，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红七啉不完，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紫明目丸上有效。惊中风，肺爱痛，血路未通，就是血路血口红紫
惠爱通，甲你清惠阳通惠路稳定血压，予咱健康万事通。凤梨惠爱通，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凤梨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甲清清清。纯中药，凤梨明目丸上好。